次有吃过一次了。绿色的葡萄不用剥，可以连皮一起吃，听懂了吗？哈，好，来，现在第一桌、第二桌这边两个来吃出来。太少了，因为今天这个是水果。网盖没有打开，请我去注册。来，第三桌、第四桌的小孩请出来。等一下，你要第二次的还可以再出来加。